躲猫猫这个聊天软件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听说过，是做年轻人社交的。公司上市前，就是见证人性和各种湮灭的时候，所以，我们不能掉以轻心啊。方老师，我确实想要得到很多东西，但是我对您的感情绝对没有算计。我是真的很喜欢您，我想要来弥补您的缺失。吴芳。 年轻是女人的资本，这是对女人最大的谎言。不要想着利用自己的青春就可以走捷径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捷径的背后都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。这些道理，我不希望等你跌完跟头之后才懂。让我来帮你。 我知道了，他们想要什么样的结果？ 我只在乎你的态度。你想要什么样的结果？他的事业，还是你们的关系？对不起。